大家好，今日是9月2号星期五，全世界都很关注今晚美国的就业数据。美国就业数据要不要关注呢？当然要的，不过我们是否等它公布了之后才去关注呢？抑或是我们现在要估估这个就业数据它是怎样的情况而来到关注呢？我只是想说一个问题，很多东西呢，我们不是等个数据公布了之后然后才去做反应的。这种等个数据公布了之后去做反应呢，就即是等于你买六合彩的中秋金多宝，等它开了奖之后你才知道那六个 number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